迎接正式皈依佛门，这是香港的佛光道场办理的线上讲习会，邀请到佛光山港澳深总住持永富法师为大众来解惑，认识何谓五戒，还有学会自我省思、发愿、慈悲、奉献，能够提升生命能量。只要你不断的做自我内心的一种省察省思，然后知道这样子不对，然后你慢慢调整，你就会在这个无形当中呢，生命的那种内在的力量你会增强，然后你也进一步的去发愿，你愿意服务奉献的话，你的生命的能量你也自然而然会提升。发心皈依三宝，检视自己的生命能量。香港佛光道场在典礼前夕办理线上讲习会，四代佛光人准备正式踏入佛门，破除心中黑暗，走入光明。总住持永富法师用说故事的方式解惑大众烦恼，期待一起在信仰上建立正知正见，弘扬人间佛教。希望你透过这个皈依法名，去感受到你生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人间卫视香港综合报道。